Oh my god, I wish I had that. Never, because I am a woman. It's dark, but there's a lot of joggers and joggers walking.行李啦，我现在打算要走13分钟，然后步行出发吧。手导航，一只手拿 GoPro， 手已经不够用了。好了，等你。Hello， 大家，我终于来到西雅图了。我一直是西雅图是最想来的城市，但是呢，一直没有机会来。然后趁着这个假期，刚好可以在这边待6天。因为我今天早上起床起得真的相当的早，我2点半就起来了。然后虽然是6点钟的飞机，还是很赶。我刚刚到的时候呢，去了一趟那个派克市场，我真的好热闹啊！里面有好多海鲜，我那个螃蟹腿那么老长，比我2只手加在一起还要长。然后有很多卖花卉的，我觉得西雅图一直是一个特别文艺的地方。然后你可以看到星巴克啊，就随处可见。希望可以有一个 good trip。天啊，我就在这边随便逛一逛，就看到了太空针塔，好开心啊！就在那里，一抬头就看到了，真的好香好香啊！哦，啊，这条街太香了，我的天哪！每一个店铺前都排了超级多的人。
好笑嘞 ，Heavenly Duty Free。我现在在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华盛顿大学里面，我光顾着自拍了，忘了 GoPro 这回事情了。不过我想去看那个听说霍格沃茨的同款图书馆，可是没能进得去，它好像关闭了。然后我好喜欢我这个自拍杆，我昨天晚上突发奇想，把我那个打光灯把那个灯去掉了之后，安了一个自拍的东西，结果我发现它不光可以自拍，还可以防身，然后登山的时候还能当拐杖用，我好开心。华盛顿大学真的很美，奈何这个西雅图的天真的就是一言难尽，拍照根本一点都不漂亮。然后我现在去找我的朋友，我们要吃一家店叫做鼎泰丰，好，国内也有，可是我没有吃过，来这边吃吃看。小哥哥话音未落，我们两个就来了。Thank you。我们不用等，因为我们人少，而且都21岁以上，所以我们可以坐在这边。还可以这样？他们那边都在等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坐在这儿，对吗？我坐里面吧。我忘记。Oh my god！ 我终于坐下了，累死我了。没有，就是想走一走。那我走，我不是给你发短信，然后我中途突然手机没有信号了。我们再点一个抄手吧。你想吃什么的？抄手也可以啊。这菠菜蛮好吃。红油抄手啊。哦，我的小笼包。来点，来点，来点。One of us. No.